有傳反克爾因為資金問題而停工，而新加入的陳偉近日出席活動的時候透露上年宣布開拍之後都未收到劇本。但我之前都有見到有些同事有開工咯，有開工，所以有聽到話監製導演宋本忠好像病了，咁停了一段時間，其他我都不清楚。即係你都未證實到係咪即係停拍嘅？是停休息了一段時間冇開的。幾耐啊？嗰段時間幾耐？我真的不知道，我想可能是過完農曆年之後都是都一路停。去咗幾耐之後咧冇進展嘅，有冇收期嗰啲？冇，我只係知道自己的角色和大概的內容啫，係啦。未啊，未做，亦未所有嘢都未做嘅。呢段時間都係休息，處於休息狀態咯。都想成日想知道幾時開工。咁早排咪阿巴蘇，即係個睇畫嘅時候咧，我見到阿菲力陳欣賢咁啊，佢監製嚟噶嘛。咁我見佢都問下佢，我幾時可以開工啊？咁樣咁佢話都應該快噶啦，過多兩三個禮拜左右啦。咁但係今日消息出咗之後，會有啲擔心，我都不清楚，因為我之後安排的工作就有呢個四月份就會拍呢個旅遊節目啦，然之後五月份我都要開另外一部劇嘅，所以我都未知道我自己的時間怎樣安排。